昨夜可是夫人先主动的，怎么睡醒了就翻脸不认人？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怎么瞧着脸色不太好？绿柱，你说人的记忆能作假吗？记忆都是亲历之事，如何能够作假？对啊，亲历之事如何作假？我要亲眼看到证据。嗯，小智，嗯，你说。 人在什么情况下，在记忆里面会把一个人认成另外一个人？嗯，你还是关心关心自己胳膊吧，都成什么样了？明天都没地方下刀了。嗯，哼，你夫人又跑了。暗中派人保护即可。哦，这次竟然不追了？不追了，管他去见谁。 也是，南疆刺客尽受伏诛，妖女重伤，还有斩玉阁的保护，皇后也上不了堂。那刺客呢？已经招了。让他去传个信，邀请皇后还有太子去牡丹湖湖心画舫一叙。嗯，是。哎，那府里的南疆刺客尸体怎么处理啊？ 当然是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啊！哦，昨夜国师没有为难你吧？嗯，啊，没有啊，哎，就是干了一下。你呢？昨夜晚归，没有被你爹爹训斥吧？训斥自然是训斥了。 这不把我抄写女诫百遍呢？实在抱歉啊。夫有再娶之意，妇无二嫁之文，切，什么狗屁啊！凭什么男人可以再娶，女子就不能二嫁？怎么，难不成你还想与国师合礼，改嫁太子？没准不是合礼，是丧偶呢。 呸呸呸！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阿月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嗯，没有啊。阿姨，你快看。 天眼29年3月，刺史纳承安通敌叛国，那家上下48口尽数伏诛，尸骨殓葬于京郊墓地。那锦子9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两位姑娘，没要找的咱就这个。好，给我挖，工钱管够，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。好嘞。 阿燕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这可是在坟地。有些人惯会在生死之间做文章，明明活着的人已经死了，亲眼看着死的人还活着，他说的话我是一个字儿也不信，我只看实实在在的证据。给我挖！ 哎呀，这一家三口死的是真够惨的呀！全都对上了，东方翠，果然
是个骗子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就不想知道，昨天的那些刺客是谁派的？迟儿，那日你跟我说你外公是东方岁所杀，我还不信。可事到如今，我要把真相告诉你。真相？当年，那承安娶了本宫的庶妹，可那贱人不安分，嫁了刺史还不知足，竟寻机爬上了你父皇的龙床。那贱人还生了一个野种，那锦慈。那野种越长大越像你父皇，我如何能忍？为了保住你的太子之位，你外公亲自督军，大义灭亲，灭了那家满门。难怪。难怪。那家当年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东方醉。难道就是那锦慈？没错，他就是那个身中奇毒的野种，他还没有死。你就不想知道昨日的那些刺客又到哪里去了？到哪儿去了？忘了。你们派出的人国师不敢怠慢，如今以禁术给二位送回来了。什么意思？他把人给放了？他有那么好心？那人呢？你是说他们都烧了，放烟花了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这就是他的选战。阿姨，当年你在咬州，你说你最喜欢看烟花。够了，
你演够了没有？你强娶我就算了，还偏偏要故作深情装成别人，如此耍我有意思吗？我在你面前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坏男人，捏造黄奕哄骗人，这种卑劣的手段我还不屑于去做。眼见为实，我只信我看见。阿姨，李痴到底是怎么骗你的，竟让你赌气至此？一直骗人的不是你吗？人前光风霁月，人后修罗恶鬼，你让全天下的人都信你，若想让我信你，除非你死。我骗了全天下的人，可我从未骗过你。阿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陆当年在破庙和你一同杀人的真是太子，这么多年你又何须在他面前戴上贵女的面具，谨小慎微的活着？来了，快坐。那，我听闻前线战事紧张，所以来约你一同前往瑶光寺为谢家军祈福。前线传来军报？现在我这个谢家人都尚不知谢家军的动向，该不会是有人给你私自传信了吧？快小点声吧，男女私相授受，私传书信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唯有一死以证清白了。我刚才只说了传书信，又没说是男的。阿月，阿兄出征前跟我说，等他此战得胜归来，便向陛下请旨赐婚。真羡慕你跟阿兄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。阿姨，你仍旧倾慕太子殿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之前总觉得我是喜欢太子殿下的，而且我一直在他面前端庄自持，努力维持成一个贵哥贵女的样子，我一直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太子人很好啊，做太子妃也没有什么坏处。可是最近我总是在想，这种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若当年在破庙和你一同杀人的真是太子，这么多年你又何须在他面前戴上贵女的面具，谨小慎微的活着？是，何必呢？是国师改变了你的想法，是他让你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喜欢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夫人，该喝药了。怎么今天是你来送药？哦，药材珍贵异常，自然是我来送。
不能假手于他人。我是说，平时都是国师亲自来送药，今天怎么没见他人？哦，这……我自己去找他。哎，夫人，属下劝你莫再招惹他。今日是主上王母明旦，他不在府内，您再招惹他，只会给他徒增伤心。今日是他王母明旦，那他应该在老宅。这就是曾经的那府。真在这儿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是我与皇室的血海深仇。醉章宫，这是我小时候初学骑猎时我父亲送我的弓。后来我用这张弓杀了魔掌，将来我还会用这张弓让他们血战血偿。